怎么还不睡啊？不是说孕妇都嗜睡的吗？我不困啊。啊，不困啊？鬼扯吧！看你都打哈欠了，赶紧睡吧。就一张床，怎么睡啊？啊，就一张床，不会睡是吧？其实，哎，你快要掉下去了。很简单啦、啊，我们就躺下，抱着你亲一下，我们就睡了。刘魂，你干嘛呀？什么我干嘛？睡觉啊！哎，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同房，哎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你没听过？赶紧赶紧。刘魂，你耍流氓！什么我耍流氓？我们两个都领证了。国家法律保护我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？闹你的啦！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上。就你这样，地上不会冷吗？你这是关心我的意思啊？我这房子有地热的，傻瓜。哦。哎。那我睡吗？你睡啊。关灯了。别。那个，关吧。到底是关还是不关啊？留个小灯行吗？你怕黑啊？谁怕黑啊？我怕流氓。哦，怕流氓。那我关喽。嗯。这一大早的干嘛呀？快起来，饿了。饿了你就不会自己弄点吃的？哎呀，快去吧，我还困着呢啊。你啊，吃什么呢？维生素。维生素啊，我看看。这维生素你有什么好看的？看看怎么办呢？我吃两片。哎，你不能吃。怎么不能？哎呀，哎，哎，那是避孕药。避孕药。哎，毛先生，你要干嘛？站住！你站住！往哪儿跑你？啊！你还敢打我是吗？啊！你要敢打我，我就跟你离婚。呵，你还挺横。你说你瞒着我吃避孕药吃了多长时间？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以为没孩子，不是你有问题就是我有问题，感情是这避孕药的问题。你还敢离婚？离就离，谁怕谁啊？我横什么啊，毛姐？就看到你们家那个条件，我凭什么给你生孩子呀？就凭你是我媳妇儿，就得给我生孩子。是你媳妇儿就给你生孩子吗？你知道现在养一个孩子成本是多少吗？我已经有你这一个讨债狗，我不要点儿
子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咱们这辈子就没孩子了？我就不生怎么了啊？我已经够苦了，我不想让孩子跟我一样受苦。不是你有什么？有这么夸张吗？咱们就生活拮据一点嘛，这谈不上受苦。现在生了孩子就没得吃没得穿了。毛希莲，我想要给孩子不只是生活，是衣食无忧的生活，你懂吗？那不一直努力着呢吗？哎，这是跑不动了。我这不一直努力着呢吗？啊，谁的事业没有个低谷啊？你生个孩子，我也好有动力接着努力奋斗去啊。毛希莲啊，毛希莲，你说你这么多年努力了奋斗了，可结果是什么呀？啊，不还是我拿自己的私房钱跟你还债吗？哎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我懒得跟你说。我告诉你，毛希莲，在咱们没房没钱之前，你想生孩子门都没有。这药我吃的不会有副作用吧？哎，张小婷，你给我说说，吃完这药有什么不良反应没有？你专程约我来就是为了羞辱我吗？这就是你们的设计方案啊？我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设计方案做的跟狗屎一样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项目我可以交给你，可这块肥肉我恐怕你没有本事吃下去。你说什么？要不是看在安先生的面子上，再加上何雨琦苦苦求我，我他妈便宜任何人都不能便宜你小子。收起你这虚伪的这一套吧，我不稀罕。我告诉你，别不知好歹啊！刘华，刘华，你是干嘛呀你？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还要感谢童总啊，他给了你公司这个机会。感谢他？你感谢他吧，我可没有要你帮我求他。刘华，刘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跟我说的，我都做到了。可是他呢，根本就不领你的情。我真想不明白，安先生究竟喜欢他哪点？建国，你别生气嘛。刘火他总是这样耍小孩脾气。行了，我警告你，从今以后，不允许从你嘴巴里出现“刘火”两个字。给我说过的话，给我记住了，别再让我失望。婆婆呀，谁敢惹？就是丫丫，你小心点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干嘛大惊小怪的呀？我婆婆挺好的。哎，我说毛丫丫，你这都嫁入豪门，成为贵妇了，还来上什么班呀？我要是你呀，趁早辞职回家享幸福得了，别在这瞎造孽。哎，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丫丫。毛丫丫能有今天，得感谢咱们物管办，这叫什么？吃水不忘挖井人，是不是丫丫？什么玩意儿啊这是？哎呀，借一步说话。怎么了，主任这么神神秘秘的？有点事儿想问你。小青最近忙什么呢？我得有好几天没看见她了。你不会看上小青了吧？说吧，想让我帮什么忙吧？我就是想问问，小青姑娘都喜欢什么呀？对异性有什么要求？包括服饰上啊，头型上啊，喜欢纹什么色？打住打住打住，主任，您这要求也忒高了吧？我这人呢，从小就眼拙。再说了，我跟这小青不太熟，说不上几句话，做不了这情报工作。主任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啊，你帮我一回能怎么样啊？不通人情。安先生的酒会你真的不去了？你别忘了，你可是促成这个项目的功臣。我只是一个助手，
你才是今天的主角呢，有你去就够了。对了，我听说今天刘火好像也不去了，你该不会是……建国，刘火已经结婚了，他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，你觉着我还能怎么样？而且我们俩已经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正在尝试接受你。我承认，我之前动摇过，但是我知道你是真心待我，我不想再动摇了。我希望你能给我，也给我们一些时间，好吗？好了，快去吧，安先生等着。别等我，别等我，你们吃吧，吃吧啊，好好的吃，我这还得忙一会儿。好，拜拜。我没点这个，是我帮你点的。你看你气色这么不好，不管多忙多累，该吃东西还得吃啊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给你送材料的。这份是安查尔先生在全世界兴建酒店的资料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哦，对了，我看了你之前的设计材料，我觉得有一些地方还可以再改进。幺幺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家里吗？既然你都有吃的了，那我这个汤也不必喝了。哎，谁说的？我要喝，我最讨厌吃那些东西了，那是没办法。最喜欢喝汤了。我是看你最近加班，怕你没得吃，不然我才懒得送。对啊，谢谢你，你熬的汤最好喝了。早知道有人陪你，我也就不过来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会来。我是过来给刘火送材料的，我们在谈工作。哦，那好吧，那我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的设计图纸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怎么就洒在这上面了呢？对不起有用吗？你觉得你这一句对不起就能把它全部恢复吗？你知道这个刘火花了多少的心血才把它画出来啊？现在七星级酒店已经迫在眉睫了，现在全让你毁了，而且从画根本都来不及。丫丫，别听他的，没那么严重。我楼上还有存档，我等一下再印出来，我再稍微补一下就可以了。刘火，现在我算是明白了，我为你做的一切，看来都是白费的。真的没事，真的可以不救吗？行，当然行，我们做设计的都有好多存档，真的，我只要把它印出来，随便弄一下就 OK 了。你现在的身体啊，那么晚不休息不好，你赶紧先回去，等一下我上去呢，稍微恢复一下，我就可以回家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你也赶快回去。嗯。回来了，安查尔先生的酒会办得怎么样啊？你去哪儿了？我出去散散步。
我还以为你去见刘火了呢。你还是不信任我呀？跟你开玩笑的，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？我最相信的人就是你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赶紧准备一下，过两天我们出趟国。出国？那公司怎么办呀？七星级酒店的项目怎么办呀？这一切都不用你考虑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可是，这也太突然了吧？我的东西都还没收拾。不需要你收拾，只要你这个人跟着我，什么都不缺。可爱吧这个图案。嗯，我告诉你呢，肚子一天天就会大起来了。我告诉你，说大就大的哦。其实你现在就应该换上它了，不可以再穿这么紧的衣服了。你想想看，宝宝在里面他会很难受的哦。哎呀呀，你看看你还光着脚，会受寒的，一定要穿紧身裤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了。啊，谢谢妈。这个孕妇装特别好，我也很喜欢。很贵吧？不贵。多少钱我给您？哎，你怎么跟我谈钱了？那么见外。我告诉你，婆婆呢，给媳妇儿买衣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不谈钱啊。不行，妈，这钱我得给您，您为我做的够多的了。而且您为我买了那么多东西，我不能让您那么破费了。这钱我一定给您。不，我们不提钱，好吧？我问你啊，今天给刘火送饭，他吃了吗？吃了，吃了一点点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只吃一点点呢？他最近这么忙，他应该多吃一点的。丫丫，你呢要多多关心他公司的事，好不好？啊，公司上的事情我不是太懂哎。他最近好像在忙着什么那个设计稿，在这方面我不是太了解。哦，好，没事没事。我能理解的，但是呢，我希望啊，丫丫等你生完之后呢，我会教你一些持家之道，然后呢，对于丈夫一定要让他吃得好，让他无后顾之忧，他才会有干劲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哦对，讲到公司呢，我想到了，我觉得物管办，你不要去上班了吧？啊，我，妈，我在物管办干得好好的，我干嘛不去上班呀？这个我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的。再说了，这衣服的钱我还是得拿给你。哎，别，丫丫。哎呀，孩子你回来的正好，你看看你老婆。妈，来，这钱。好，我告诉你为什么。他呢，我好心就给他买了两件孕妇装嘛，能有几个钱？他死活都把钱还给我。你说这像一家人吗？妈给我买衣服，我跟他给钱，这不挺正常的吗？啊，太不正常了！我是做婆婆的，我应该给你买东西。不行，妈，这钱您得收。这要收钱的话，那简直很见外，就不是一家人了嘛。不行，妈，这钱您必须拿。不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不能让你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钱我拿不回来。好，停！我是我妈的儿子，所以你把钱给我，给她是一样的。啊，我是她老公，所以你把衣服给我，跟给他是一样的，啊，好不好？这样两个人都好了吧？我好了，谢谢妈。嗯，很晚了，赶紧去休息。我好累，我们也要休息了啊。记得提醒他，保暖啊。师傅，请进，小心，来，到这里，跟我来，
所有东西都全了吗？全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要开门，大家开门。亲自挑的，开门哦，有货到哦。开呀开呀，开门呢？几点了？快点快点起床，有东西送门啦。我。到底是干嘛啦？还干嘛？你们看看几点钟了，还在睡。我告诉你，把所有婴儿的东西都买全了。妈，放你们的房间，不要再讲了，进来进来进来。不是妈，你这干嘛？等一下，来来来来，这个小心小心，来放这放这。别，小心啊！对对对，就放这。是不是太急了一点啊？谢谢谢谢二位辛苦辛苦。妈，是不是太急了一点啊？急什么呀？一点都不急。我告诉你。你想到什么，你得马上准备好。你们两个以为什么怀胎十个月很久吗？我告诉你，一眨眼就过了，说生就生。所以呢。